叱咤乐坛唱作人银奖。以下呢一位歌手，佢好似作曲居多嘅喎。唔系，佢填词嘅喎。系咩？系啊，以我所知，佢包办晒自己所有作品里面嘅英文字。哦，我知啊，系咪嗰啲 Kiss Me So Sweetly、Freaking Nightmare 嗰啲啊？吓，你英文讲得咁好听，不如你用英文 tag 佢出嚟。No problem. Please welcome 银奖 Mr. J. Fong。馮允謙上榜作品包括《吸血直的人唱寫首歌》、《Take a Breath》、《Me and the Moon》以及冠軍作品《報復式浪漫》《Freaking Nightmare》。多謝 Oscar， 多謝幫我填咗咁多隻好歌。Thank you so much. Thank you so much. 不如強 B。首先要多謝叱咤903啦，多謝商台頒呢個獎俾我。其實我每一次有呢個機會上台，我係非常之珍惜，因為我知道係唔容易啊。咁喺度，有好多人都要多謝。首先要多謝我今年每一位嘅合作嘅音樂嘅單位啦，要多謝我監製，又頭先啱啱出嚟啦，攞大監製獎 Team 啊，我好戥佢開心，因為真係 He deserves every bit of it， 佢係好勤力。亦都想多謝，亦都想多謝 Garrett Chan 啦，要多謝 Gordon 啦，多謝 Randy 啊，陪伴我啊，咁啊。我知道我自己有時即係音樂上會好執著啊，對自己作品，同埋有時甚至乎係有少少麻煩。咁但係我覺得做音樂認真係最緊要。咁喺呢度都想多謝我唱片公司啊，特別係我唱片部啊。首先要多謝老闆，要多謝林建岳博士啊，要多謝 John， 要多謝 Gary， 多謝 Walls， 多謝 Tony， 多謝 Vicky， 同埋多謝幫我行台嘅 Carmen、Candice 同埋 Joey 啦。嚟緊呢一年咧，2023年，我知道會非常之忙碌，但係我一定會繼續寫歌，一定會推出好嘅作品。多謝你哋 ，thank you so much。恭喜曬馮允謙。